不给这尊魂元显现上人，万能雕主福音，今天我开天智，红路辛苦这条英灵出来跟我讲，顶回你有答应要给红路在道中好好受持，你去天园坐这个下品上生，今日来显灵，我给你受记，给你受记去天园坐会，之后绝对袂使过来交叉，否则我开五绿水给你收。也要开我的这个修理的神鬼灭灵，将对着无间永远无得超生。你当去天庭遐做神做主，和红路伫遮好好修持，袂使过来交叉，和阴归阴，阳归阳。你当来离开个肉体，得到这嘛是你的福气，也是要继续做鬼。继续做鬼，你若来个扰乱个肉体，红路即马有归依。咱现在上人也无因准，只要伊在圣人讲话一讲，都不因准你来个交叉，还有清楚无？但是嘛，毋是讲，互你无一个故意通坐，你何德何能会当坐到下品上升？就是因为红路伫遮修行，你才有这个机会，还你有清楚无？有清楚来讲，你有要乖乖来接受受记无？有要乖乖接受受记无？出来讲，请现任上人，请王天君来镇守。如果这条囡仔灵啦无接受这个调解受记，请王天君来做主。请十殿阎罗殿边仔等。如果若是无来接受这受记，该安怎处理就安怎处理。开口。开口来。有要接受受记无？有无？有要乖乖接受受记无？甲你受记要互你去天庭坐高位，嘛毋是要叫你去做鬼，搁堕落轮回。要接受受记无？今日你啊亲嘴甲我应一句好，有要接受记受记无？开口出来，开口出来。速速开口出来！你跟红路什么姻缘都不管，进三座普陀，红路有什么好啊修行？你都要去天龙寺啊，底下修行啊，等待红路功德。然后红路那是修行正果，在龙华圣位，恁再搁底下相逢，你来做新鲜佛友，安尼了解无？速开口来，有要接受好啊？受记来去坐这下品上升无？紧开口来，袂使甲拖时间咯。我是无时间通互你拖哦。有要接受受记，乖乖离开个肉体去天庭无？紧甲开口出来，袂甲问一句话来。若要我甲你带去天庭坐，照你读你定位拨安尼来坐位，我甲你受记。过去你这条英灵，若是有受伤，有啥物，我拢甲你莲花化身，会当互你恢复这灵体。哦，你有一个完整的灵体去啊，新鲜做做，还清楚无？
有答应你讲出来给大家听，以后袂使过来扰乱人间。有欢喜接受受记无？有也无？有无？有欢喜要接受受记无？开口出来！开口出来！我准你讲话无要紧，开口出来！有欢喜要接受受记无？信主是我这规个龙凤里，我嘛无应准你无答应啦，嘛无予你无答应的机会。因为伊有规，我都有最近保护伊。除非违背圣灵宫，你要安怎讨回你的代志？伊今仔个规在我心门坐下，佮伫只认真来伫只行功了愿。你无理由搁甲交叉，安尼你敢听有清楚？有清楚无？有清楚，进来接受我的受记。还是你有啥不满？你讲出来，我紧讲。敢有甚物不满要求你讲？无吼，只是想要甲伊占伊个体，甲伊逼伫伊身躯边安尼尔吼。你伫伊身躯边，后摆去落阴山地府，有较赢吗？你离开红女个肉体嘛，毋是讲到永远见袂着伊。只要红女若在龙华成为成仙做主，恁嘛伫会当伫遐做佛友呢？然后你咧天为伊三不五时，咱母娘嘛会带你来遮行行，但是袂使甲附体尔，嘛会当互你来遮看看呢。只是袂使甲附体安尼尔，安尼有清楚无？安尼，佮有甚物想要讲，讲出来，我准你讲。啊，有要接受我皈依无？若无要讲点头来，有要接受皈依无？有要好我接受皈依无？有无？有要好我接受皈依无？有，你着爱速速离开皈依完，你要离开伊个肉体，袂使搁加落来，知影无？好啊，去咱恁个祖师个净土也好啊，修持。以后你会当成仙做主，还有清楚无？清楚手放来，手放来，手放来哦，手放来。你花皮啊，手放来哦。手放来，放来，手放来，奥林为止。我搁一分钟，一分钟的时间给你，你若无退开，我开五雷给你收。手放来。放下来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奥林来接奥克，肃静来，请无强老庙天命，把庙里身躯这条英灵收集去天位座位，坐下变上升，为红神做主。
入了不得再来人间了然红露的肉体。伊身躯这个灵性，若是有肉体，这个灵体有受伤，请无经老庙给莲花化身，会当灵体自在，灵光自在。应该受记缘，请咱济公师把伊带去天庭。把照光带去天庭去，会当灵性归位。好，目睭闭紧。把这个背景给把这个开开，把这个开开，灵所有灵气拢啊全部退开。来啊，你已经答应嘛，收起啊，把这个背景退开。把这个背景起，这样能熟熟随这公司去天上去。把这个背景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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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过我拍了你的，你会魂归魄散。背景起。手退开，全部退开啊！好。